进去。好，我负责把它引回来，你负责抓啊。你负责勾引，我负责抓。他那个碗过来了，他吃饱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过去抓就走过去，忙着来了。反正在这里还有一批在外面去了。谁都是鲤鱼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鬼子进村了。两个动作。小心点，老板烧了。今天晚上有没有鸡肉吃就看你了。今天晚上我们的伙食好不好就看你了。一个晚上我也很笨的，你全部指望我啊。它会飞起来的，你们两个。这翅膀就是带的，或者那些都可以，只要是黄的就行。好了，你把它赶过来，扑进去还抽着扑。不要，就慢慢的赶。你可真蠢！哎呀！没事。刚好是只大的。嗯。我就看准那只大的。厉害呀！你是瞄准了是吧？看这鸡多漂亮！嗯。好肥呀。肥不肥？不是很肥，但是很健硕。鸡屁股一定要留给小六。对。鸡屁股吗？对啊。我可喜欢吃鸡屁股了，我吃了8年鸡屁股，我跟你说。是吧？那咱们是同道中人了。是小时候嘛，跟你说，小时候就那个鸡屁股没人吃，然后我爸就老是骗我，他说这个好吃，我说那个是什么？他说那个是圆圆的棒，他骗了我8年，那个叫鸡美丽，知道吧？后面我外公看到我吃鸡屁股，他说你怎么吃鸡屁股啊？我说那是圆棒，他说宝贝那是鸡屁股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。